刘若英的《后来》，为什么会弹这首歌嘞？就是，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活中这四年以来，我觉得很多让人回忆的地方，就是大家尽量就是认真的去绽放自己，然后做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之后你回忆起来一定会很甜美。就是这首歌《后来》带给大家，谢谢。
情，他唱的是《幸福之光》，是妈妈的故事，真的。Oh,